人间苦空无常，愿世人不分你我，秉烛安然脱迷，终西寻道。大家好，我是 Kim，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心子致富》里面的知书识礼的第二集的。今天我要介绍一本书，就是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我们会去讲一个，譬如说《红楼梦》这个是《西厢记》，又或者是这个《金瓶梅》剧。但是呢，我阿 Kim 也收到很多 email 的，就关于《金瓶梅》这些书的，似乎大家都好像对于中国的古代那个性的文化里面是感到挺有兴趣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我最近之前看过一本书的。那本书呢，就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兴趣的话，都不妨可以去各大的书局里面去买一本书啦。咁嗰本书咧就是我而家手上攞住呢本啦。嗱，唔知你大家睇唔睇到咧？或者我攞近少少啦。呢本咧就系一本系一本中国嘅古典文学嘅。咁古典文学里面咧，通常我哋都会将里面都会讲到有性呢一样嘢噶吓。咁里边呢一本书嘅名咧叫做《性与中国古典文化》。OK， 咁呢个作者咧就系呢个康正果嘅吓。咁呢本書裏邊咧，佢講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噶嚇。咁我哋即係好多時咧，我哋一見到日本嘅文化咧，我哋譬如有時去睇一啲展覽啦，一啲呢個博物館裏邊，我哋見到譬如去到日本嘅，佢哋會有啲譬如春宮圖啊，咁畫得好美麗啦，我哋用藝術嘅角度去欣賞咧，我哋絕對又唔會覺得話以呢啲即係我哋覺得係淫賤啊，或者覺得鹹濕啊，或者咁樣樣咁講嘅。OK， 咁我今日咧想講下一樣嘢咧，一提起中國嘅古典性文化啦，我第一樣嘢就會諗起咧呢個金瓶梅啊，玉蒲團啦，包括係阿蕭先生啦，阿蕭先生拍嗰套玉蒲團。我自己阿 Kim 我自己都有去睇過嗰套片嘅嚇，咁我亦都見到佢裏邊有好多嘢咧，都同有中國有某幾本書裏邊講嘅嘢咧，都真係跟著即係 refer 翻去中國古代，尤其是清朝嗰陣時嗰種性文化，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噶。咁其實中國其實我覺得，如果係性文化嘅話，根本上就唔單止去到話唐朝啊，唐朝當然啦，佢較為好開放嘅。你見到佢哋著啲衫咧，都有少少似咧日本嗰啲，即係今日嘅日本啦，即係佢哋譬如有時著和服，佢哋日本人認為咧最性感嘅部位咧就喺邊度咧？即係一定唔係我哋，即係我哋一般人諗到嘅就係前面嘅胸部 ，OK？ 佢哋會係諗緊後邊嘅脖子呢個位置嘅，係膊頭呢個位嘅。佢哋覺得一件和服咧露出膊頭呢一啲位置咧就好 sexy 嘅位嚟 ，OK？ 咁講翻原文先啦 ，OK？ 咁我哋而家可以講翻嘅主題就話喺中國咧，其實我哋又除咗有呢本咧，仲有一本叫《中國古代嘅房外考》嘅 ，OK？ 咁呢啲一定講房中術啦嚇。咁咁可能部分題目咧，我哋今日呢個話題裏邊部分咧，係會係可能係兒童不適宜嘅嚇。咁啊，請大家如果係有睇嘅，都需要家長陪同嘅。OK， 咁都咁仲有一本咧，就係呢個《中國禁書大觀》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呢個《秀塔野史》等等嘅。OK， 咁呢啲書咧，其實有時喺北京圖書館裏邊咧都可以揾到嘅。咁我睇講呢本咧叫《重審風月格》嘅作者啦 ，OK， 咁佢就寫咗呢本書嘅。咁裏邊咧，我覺得呢本書好好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佢裏邊有講，除咗有個房中術嗰個透視裏邊咧，咁仲亦都解釋到咧，譬如話我哋睇翻裏邊啦，裏邊內文有呢、這個佢解釋咩叫做，譬如佢 Chapter Two 佢裏邊講呢一個叫紅顏禍水啦。咁中國人咧傳統嘅觀點咧就係話女人靚嘅女人咧就一定係惹禍嘅，係紅顏禍水嘅，一定係唔係好嘢嚟㗎啦。OK， 咁裏邊咧其中有油墨呢個字啦嚇，咁其實就係唔係真係出自係日本嘅嚇。咁其實始終日本嘅文化同我哋中國都係，我哋睇翻歷史裏邊其實都係有所貫通之處嘅。咁裏邊咧，仲有就係話講到啲男子咧就女性化啦。咁佢講到女性化咧，阿 Kim 第一樣嘢諗翻起咧就係咧宋朝咧個竹林七賢啦，即係你諗下食五石散咁七個人喺度咁啊玩下啲樂器咁又剝曬衫，因為食到興合合 ，OK。咁然後大家吟詩作對咁樣樣嘅。咁呢個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雅俗共賞咯嚇。
咁嘅睇法嘅。咁裏邊咧亦都有睇到咧，嗱，譬如話佢嗰個房中術裏邊咧，佢裏邊又其中咧有提過一啲嘢噶，就講到係養心之道啦。咁佢就話養心之道咧，喺中國嘅養心之道咧，居然咧係佢哋就講一樣嘢，就係話採陰去保陽嘅，所以就覺得陽咧。陽咧，佢嗰、那個誒，佢嗰個係會用盡嘅，而陰咧就用極都用唔盡嘅，即係講得淺白少少咧，就係講話，譬如男性嘅精子，佢哋可能一日唔可以用多幾多次咁樣樣啦嚇，咁女性可能啲分泌物佢係可以用之而不盡咁樣樣嘅，咁呢個當然即係你要諗到一樣嘢就係呢個係講緊一啲係年輕噶啦，咁你唔會講一啲譬如話。去到80歲一個婆婆都是這樣樣的，那絕對不會啦。那她就那曾經呢，她裡面有一段我覺得很有興趣很有趣的，她講到呢度採陰保陽那裡就講到呢中國呢在那段時間裡面呢就有一些是江湖術士啦，那些江湖術士呢就在教人家怎樣去就是他們很喜歡就說當其時你想想甚至去秦朝都是的，他們不要講秦朝先或者再講其他一些，他們都講到一件事就說怎樣可以令到人長命長壽，他們很崇拜一件事道嘛，他說可以要養心然後可以成仙，即是中國人古代就覺得可以成仙長生不老又不用死的樣，答案告訴我就到現在的科學都未能夠做到這件事，而他們講的一件事那些江湖術士就教人家，他們有一班江湖術士裡面他們在個就在招搖做撞騙的，那他就是這樣說的，漁民他就是這樣說的，他就說呢，紅緣取自少女初潮的月經，秋石由童男的尿液提煉，那你可想而知呢，你想想他們說是用一些少女的初潮的月經就溝埋一些童男的尿液去煉一丹的，那就達即係達到一樣嘢咧，就叫以人補人嘅，咁就可以咧，可以令到嗰個男人咧就可以咧，佢就可以補翻嗰種氣啦。咁佢就話強調男人咧應該咧係節省咧嗰啲精液啦，同埋咧陽氣咧為目的去爭取咧小泄或者不泄嘅。咁呢樣嘢其實。如果大家有研究過這個物宗，它裡面也是講一件事，就盡量譬如說做一個男女交歡的時候，就盡量也是令到那些精液就不去外泄的，那裡面其中也是講到什麼技巧，什麼九淺一身那些這樣的技巧，那裡面也有元女經，那這些我相信大家不會陌生的了。咁裏邊咧，亦都有講過除咗我講油墨啦，咁油墨呢一樣嘢係來自個起源啦。咁亦都有講到《紋身雕龍》呢一本嘢嘅。提到《紋身雕龍》咧，我相信大家咧一定就唔會陌生嘅。而裏邊咧，亦都有講到一樣嘢咧，係繪畫咗咧呢個係描繪咗呢個叫體墨呢一樣嘢嘅。咁體墨大家都可以諗到啦，嚇，即係一啲係一啲。人體的一些器官咁嘅物體咁嘅嘢啊，咁唐朝啦，咁更加係仲有一個叫銅原子啊，嚇應該叫銅原子 ，OK 一個銅嘅銅 ，OK， 咁銅原子裏邊咧有一個叫房中書啦，房中書裏邊咧就提及到咧中國古代咧裏邊有啲巫醫啊，咁嗰啲巫醫咧就係、是。是一些巫師，因為以前沒有醫生的嘛，那些人就拿那些巫師就做醫生的了，那他們除了 在那個族群裏面 他的地位是很高之外呢，那已經差不多好像族長那樣的，有什麼事都要請教他的，那他們又懂得很多古靈精怪的方法啦，那些草藥啊或者煉丹啊或者煉一些即大家可以想到一些的了，就是好像看戲那樣的，那他們很多時候就會用到男女交歡呢來作法的，咁可能咧，今日咧，即系到時到今日，我哋好多時話遇到啲神棍啊，咩性交改運啊、轉運啊呢啲，可能都係同出於此嘅啫。咁裏邊咧，喺呢本書裏邊咧，亦都講到一樣嘢咧，佢哋會通常咧會選取一啲咧女性咧就係細細粒嘅，
身體果子很小的，因為他們認為呢女性呢就是陰氣所取的，是取之不盡的，而取的呢就最好呢就找些女仔呢，就是那些少女呢是細細粒的，因為容易操控、這件事又不知道今日時下的人的心態呢，通常選一些很苗條、啊、很細細粒的樣子，那個原因背後的原因又是不是這樣呢？但我記得阿 Kim 呢在以前小時候讀歷史的時候，曾經老師說過一件事，當時呢宋朝那個竹林七賢，我們大家吃松，即那時候他們吃那些五隻散、男人就化了妝、胭脂水粉、就好像那些公公那樣、就穿了一些松高鞋、幾寸高那樣、為什麼穿松高鞋呢？就其實有很多、一些人類學家他們說他們研究的呢，他們都將有研究過一樣嘢，男人穿住個鬆高鞋咧，同女人穿住個高踭鞋咧，其實類似係好相似嘅，就係因為咧令到佢行路嗰陣時咧，因為佢哋穿住咧係窄住噶嘛，窄腳噶嘛 ，OK， 咁又行起上嚟咧就係點樣樣咧，就要個扭啊，嗰條腰啊，個扭幅咧就要扭下扭下扭下，咁一路扭，咁喺佢哋喺美學個角度嚟講咧，就話咧。那個腰咧就好纖瘦嘅嚇，咁然後咧同男性一樣嘅都好纖瘦，咁然後下邊咧個臀部咧就脹卜卜，咁然後咧著住對高踭鞋或者鬆高鞋又好啦，咁一路行就好似行 catwalk 咁樣樣，扭下扭下咧就一路扭嘅臀部嘅，咁、那個嗰、那個比例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唔知道今時今日行 catwalk 係咪都係咁嘅原因啦嚇。咁我哋再講落去啦，就提到咧裏邊有一個叫敦煌石室。為書這本書，這本書其實裡面它有一個是一個手卷來的，是你知道以前的東西捲在一起的，好了，那個卷裡面它裡面其中有一樣東西在這個法現在是藏在法國那裡，它裡面有一卷就叫做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它是描繪成整個中國的這個性愛的全景圖的。咁喺唐代啦，有一個名畫家啦，叫周昉啦，佢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有一幅咧叫《春宵戲圖》嘅，咁亦都係講一啲夜生活啦嚇。咁大家喺即係一個春宵裏邊，咁同埋成扎一啲侍女咁做啲乜嘢咁。咁明代中葉啦，喺呢個江南咧，仲出咗一大批咧商品性質嘅一啲木刻啦，因為你知道以前咧出一本書咧嗰陣時啊，譬如印刷啦，中國嘅印刷係靠木刻啫嘛，咁佢整嗰啲木刻刷咧，咁啊印啲乜嘢咧？啊就唔係印書啦嚇，咁今次咧就印嗰啲春宮圖啦，咁春宮圖大家都知道係啲乜嘢啦嚇，咁好啦，咁其實呢本書裏邊咧，我見到佢有啲咧，除咗有啲部分咧都整得夠幾靚嘅，都有啲譬如話類似有啲係，當然啦，我哋可以睇到啲類似好似呢唔算係春宮圖啦，但係都。顏色挺漂亮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這裡這一幅，這裡有一幅的，或者我收藏一點大家可以看到。除此之外它還有一些插圖也都很插，整得很精緻的，看看先啊，這一幅呢也都是啦，被稱為紅顏禍水的油墨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除了這一幅之外呢，就還有一幅圖這些就比較可能是黑白的，沒那麼彩色的，你看到好像有一個這幅就真的春宮圖，不過就是黑白的，你可以看一看，你看到一個男的就坐在這裡，女的那個就坐在上面的，或者我收慢一點 OK。當然你都會想起一件事，我們中國，既然我們中國古代，我們中國古代的文獻或者古典的時候的藝術裡面都會講開中國，中國大家都知道一件事，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是一個很保守的社會，尤其是在古代在封建制度底下，白古文，甚至乎我們用儒家思想裡面，我們也成日有一件事就講到一件事，法乎情，止乎禮，每一件事都要講周禮，每一件事都要行周公之禮，每一件事都有它的 classism 和它有一個
classism， 邊一個譬如你是士農工商，你係邊一個階層，你做嘅嘢就要做乜嘢？你連著件衫、著件袍或者著絲綢或者绢，甚至乎葬禮，佢哋葬嘅係擺幾多皇帝，擺啲譬如擺啲唔同嘅佢嗰個圖係要擺啲佢嗰個藍圖裏邊，佢嗰個祭司要起嗰陣時種啲乜嘢樹，邊啲可以種松柏啦，有啲可以種扁柏啦，有一啲咧就可以種呢、這個唔同嘅樹啊，包括喺裏邊擺幾多隻。嗰啲咁嘅馬啊，定象啊，定擺啲乜嘢咧，都係有佢一定特定一個格式喺度嘅，唔能夠就算你大將軍，你絕對不能夠去用皇帝嘅葬法咁葬嘅，墓穴咁樣樣，咁好多嘢都規定嘅。咁大家有冇諗過一樣嘢？既然去到唐朝，其實已經係幾開放下噶啦一樣嘢，咁去到漢書裏邊更加咧，就將咧一個成帝啦，咁啊。成帝點樣死呢？佢就梗係講佢好暴斃咁死啦，但係亦都講得好含糊嘅，冇講到佢究竟點樣死嘅。咁所以喺野史裏邊咧，我哋好多時都要諗緊㗎，成帝究竟點樣死嘅咧？咁好多皇帝咧，其實好多皇帝其實咧，我哋一諗起皇帝就會諗起後宮佳麗三千啊，即係我哋一諗起《長恨歌》裏邊啊嚇，講到話即係好似啊，即係呢個唐玄宗咁啊，李隆基咁樣樣啊嚇，驚破霓裳羽衣曲啊，咁樣講到哇，日日夜夜新光嘅。咁其實咧，有啲情況底下咧，皇帝咧係會微服嘅，靜雞雞咁啊走咗出邊，咁啊著一啲普通嘅衫，咁著便服，咁啊出咗出邊。咁出咗出邊做乜嘢咧？原來就係啲清流咧，裏邊咧就同啲清流一啲妓一啲文妓啊，或者啲妓女咧就一齊咁樣樣承歡待宴嘅。咁變咗咧，好多時由於嗰陣時嗰個年代咧，醫學未仲咁先進啦，其實有好多咧，有好多皇帝啦，有一部分嘅皇帝其實佢哋咧，根據野史記載咧，佢哋咧係患咗梅毒嘅，係患咗一啲即係一啲花柳啊，一啲唔同嘅毒，咁當時係冇得醫，咁而嗰、那個即係寫歷史嗰、那個或者我哋講話嗰個歷史學家啦嚇。當然就會同佢冚得好靚啦，包綁得好靚，就話佢係可能係一啲風寒而死嘅，或者其他病而死嘅，咁就絕對唔會講呢一樣嘢㗎。咁又關於呢啲咧，我哋下次不如我哋開個 topic 就專講呢啲咁嘅裏邊啦嚇。咁啊唔會局限於喺呢個清宮呢個備案錄裏邊嘅。咁我哋咧仲會講到咧，成日聽到一樣嘢咧，一本書咧叫做《素女教皇帝采野之法》嘅。咁呢本書聽落都～大家可以描想到啦嚇，咁素女咧就係、是、即係曾經有人講過話素女就係指呢個係處女，咁但我相信就唔係咯，因為以阿 Kim 我覺得就話你冇可能一個處女去教皇帝去做一啲即係一啲防工即係防中術啊，或者去打野戰啊，即係我哋俗稱嘅咁樣樣，係冇乜可能咯。咁我相信呢個處女呢、這個素女咧，只不過係一啲好有經驗嘅一啲女士，咁佢哋就會去教皇帝去做一啲即係喺性嗰方面一啲動作啊，或者啲策略啊，或者點樣樣去做嗰樣嘢嘅。咁亦都有傳一樣嘢叫家有彭祖分密之書嘅，咁就先行氣術。咁呢個咩叫氣術咧？咁呢個大家都呢度都唔需要再多講噶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呢、這個。有一個外傳嘅，咁外傳裏邊咧就更加咧將呢個西門慶咧，即係佢呢個化身咧，就用邊個去投影咧？就用呢個成帝啦，就用成帝去化身做西門慶呢個咁嘅角色嘅。咁提到中國嘅歷史啦，或者呢個性愛史裏邊咧，當然唔能夠咧唔提一個位嘅，就係呢個武則天啦。咁講到唐朝嘅武則天啦，咁武則天咧。記得就話，其實喺記載裏邊咧，就武則天一死咧，咁所有佢啲男寵咧，都係要全部被殺嘅。咁啊，唯獨是咧係有一個咧係走咗嘅啫。咁除咗呢個咧《飛燕外傳》啦，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外傳之外啦，就係、是、仲有呢個《如意君傳》啦。咁明朝咧就更加有啲叫做即係有啲類似係色情小説啦。咁嗰本咧就有一本大家亦都可以去抄下，就叫做呢個《癡婆子傳》嘅嚇。癡婆啊嚇，癡係呢個癡即係可以講係一個係癡兒個癡啦。OK， 即係黐線個癡啦。OK，
咁啊《痴婆紫傳》，咁呢本書裏邊亦都有講嘅。咁除此之外咧，咁亦都有睇到一啲就係佢哋好中好多時咧就用。有用鼎呢一樣嘢啦，煉丹啦，咁其實呢個鼎爐咧都有特別嘅意思嘅嚇。咁呢本書又講得非常之好啦，又講到一啲譬如話，連一啲太醫啊、御醫啊都會教人哋，就係要用採陰補陽啦。咁啊咩風玉眉骨啦，咁佢哋當其時取嘅咧，即係或者揾嗰啲採取嗰啲選擇嗰啲女士咧，就要點樣樣咧？就要嚿骨咧就要細嘅，唔好骨慘慘，一骨慘慘摸落去就唔好嘅。咁佢哋咧就要揾啲骨頭咧好幼好幼嘅，但係咧要皮包肉，嗰啲肉咧就要好豐滿嘅嚇。咁所以咧，唐朝咧好多時咧，佢哋嗰種所謂取之為美嘅咧，美態咧就一定係如果用今日嘅社會嚟講咧，個個都要減肥噶啦，就肥騰騰嘅嚇。咁可想而知啦，阿楊貴妃啦嚇，咁英雄俏華清池，温泉水滑洗衣姿，咁你可以諗到啦，即係已經係周圍都係肉嚟嘅嚇。咁但係去到宋朝完全唔同啦，個個變咗瘦骨仙啦嚇，因為後期有啲啊追好隨住嗰個道教嘅思想啦，個個都係諗住做神仙，坐上嚿筋斗雲上邊，咁可以吸風飲露啊咁啊。你諗下，一定係瘦骨仙先可以上到嚿雲裏邊噶嘛？你肥騰騰點上到嚿雲裏邊啫？係咪先？咁好啦，咁另外咧，亦都睇到佢亦都講到啦，個毛髮都有關係噶啦，就最好揀啲女仔咧係冇咁多毛嘅，唔好要太多毛嘅，咁毛髮多嗰啲亦都係唔好嘅，咁係呢個古代啦。咁今日有就算有，今日嘅社會裏邊就算有嘅，佢哋都可能剃曬啦咁樣樣。而另外咧，仲佢裏邊亦都有提過好多。其中有一句咧，我亦都覺得咧，真係幾有趣啊！佢就講啦，佢就係一首詩嚟嘅，佢就咁講嘅。佢話：回精禁液，吸氣因津，是學道之全盛，圖保壽而延神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仲會有一啲叫做裏邊亦都有講到咧呢個武則天啦，武則天佢嗰個性生活啦，就同話佢因為佢經歷過幾代嘅皇帝啦，裏邊啦，咁亦都講到武則天裏邊武則天佢嘅。生平啦，嗰個性生活嘅，當佢喺裏邊嘅，譬如話裏邊其中有左傳啊、孔氏傳啊，裏邊咧，其實《禮記》裏邊啊，都有好多嘢係涉及到裏邊嘅，譬如話士大夫啊，裏邊關於咁愛啊，咁中國傳統嚟講咧，喺一般嚟講啊，我見到好多咧一啲詩句啊。他們很多時都是講到男女很親密的關係都是只限於夫婦之間裡面是畫那條眼眉畫眉，用畫眉就代替夫婦之間兩個關係非常和洽啊，還有是很親密的關係的。其實這本書我大概是前半段就大概講到這裡這一類型的東西，但是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看看這本書，或者我們下一次我們又看看還有什麼書阿 Kim 如果見到的是可以在這個節目裡面是可以大家向跟大家推介一下。今天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節目，如果大家對這個節目是支持這一類型的節目的，都多謝大家就給個 like 在這個節目那裡，還有subscribe 這個 channel。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多謝大家，拜拜。